快预测，快预测，刷预测的时候到了，一万次都可以点。All doing。请做好开战准备。哎，杨亮吃住啊，八哥。那我们去冈山的，你买粉干嘛？带着点药，送酱油。辉哥要求我完美毒枭，必须啊。买些东西吧。买多点药啊，买什么鞋啊？你一个小懒子穷我。买鞋去有。以后送大宝剑可以点英雄。我走十四次也该点，让他死，都给老子死。我不管你们啊，反正我上路了，你们爱抢哪抢哪。30秒后战斗开始。我死不了。大妈上来上来，我保护你。这他妈干他老子！哎！我操！我操！老子就一技还学了魔法盾，来本 TP， 来本 TP， 谁吃的符啊？妈的，我帮大妈抢符，怪我喽！魔法盾加完了，别卡这个兄弟！哎妈的，线好难打，应该是土猫加发条吧？你们家人我打钱。哎，土猫就这样。他没鞋了，没蓝没鞋，这个比。和你想的不一样吧？来个猛犸就爽了。这看你啥钱？来那个，我们近战经常碰到那个 DS， 对 DS 掉。DS。直接爆炸，动不动就拉墙五个。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没拉野啊！骂情况。哎，这够野吗？哎呦，他妈哪个野不够野？操！小野，小野，小野。妈的，线都来了，还抢野？你们抢啊？操！王在这里。垃圾吧，操！不许垃圾。嗯嗯，我后面那个刀看到没？那个蓝，我在打火。就刚才两个没了。吸两级没啊？两级给他一个吸。控服去。他去了。我去。你不两级啊？他去了，他有抗可能力。你两级直接给他们两个一人一个吸，跟傻逼一样两个。哎呦，他们两个好爽啊！这样。导弹让你炸不到。我没技能，没技能。
他撞人的了哈。那你们他一没人撞的。骗我。120好吧几啊。他有没有有120？刚才115，不要115。115不是马上有了。我的。哎，发条小空校服，我没办法，他有50蓝，有一个框的蓝。哎 ，nice， 我操，我没技能啊！他们为什么14次都敢点啊？不是不能找，上江南，上江南真电脑，真电脑哦！操，吸的好爽。有蓝怎么了？有蓝怎么了？可以变个鸟吧，满眼。他问你能不能变个鸟？哎，我操！买错东西，买错东西。等一下，变个鸟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鸟，等一下。完了鸟。几把毛？只有一个技能。昨天退级了吗？退了。可以搞啊，感觉。我兵器都来了。我就该别死了。我就别死了。哎，过来的狗服啊，打死吧！拿眼！不要快，鸟快用，鸟快用！别站着，别站着吧，下铺别站着了，过来。可以啊，妈的你妈！那这发条想杀我啊！我操！他们有谁 miss 啊？发条不见，哎，在上。哎，斧王在我们野区打野。哎，他没大，没大，没大。他有 TP， 懒得找他了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已被摧毁。哎，我操！是哪来的？哎，发条下去了。下路中，下路中来补。哎，可以帮我，可以帮我吞点远古啊。还有六。买个假腿。我开刷了。假腿对对剑并肩。有人能不能来保护罗娜？
吞点远古，保护远古。太鸡巴多人吃经验了吧！你好机智啊！发条应该在上吧？我上了，到这。没事，先拿一拿，不管他，不管他，看家人不在了。我上了。我操！要不要这样玩啊，兄弟啊！吓死我了！看到没啊，大妈？快点算了，我打！加大喊！不够啊，姐！我来！我他妈第一的，我傻逼踢一下真没来了。哎，远古有拉没啊？屁股六级，拉你屁股了。给阿姨劈。他没来了，就是没来了。这。哎，你小心啊！这边。踢走了。我操！我能放条蛇。哎，我们感觉冰女要挂啊。我觉得好没乐趣啊，不是我理想的美杜莎节奏。你们要崩盘啊！要每条路都被打爆。拉波远古，拉波远古，马哥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敢夺吗？操，刷的好干净啊！你还好吧？你还经过这山长怎么样？我操！我只见过近战兵、远战兵。
哎，操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放死光了！他不开，捡住他！啊！他跑得更快，比我还快！操！我要出把圣剑去送了，妈的，好无聊！小林，好鱼啊！这样的装备像黄金一样。住点住点住点。丢！姐妹们，知道我了。要不你俩自己？来 A 一下塔吧，这就退高了。他们弃疗了。是就这样没了。我缺的，就知道了。哎，超后了，超后了。感觉如果推塔的话，能不能别让我 A 塔？是吗？我操！终于打死了！操！他们怎么14连胜呢？我想知道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敌方下路兵营已被摧毁。继续推啊！是吧？你顶，看你样子比较凶。冲冲冲冲冲！他喜欢点十四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干！有他。对对对对对。来打，对对对，冲！干！来。你妈了个逼！
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送把圣剑给他们，他们应该会出来的。给我个月亮井。破了没吗？哎，兄弟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来，去魔灵。他打不过你，他打不过你。这巨魔连沉默都录不过。哎，留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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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。哎，我书记给他的踢我。等他过来拿杀他。哎，让不要圣剑。哎，被拍拍熊拿了。哎，还我，还我，我借还我，我五杀，快！哎，快给我反打，给我反打，给我，哎，把借给我，我五杀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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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，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，快快快快，见了吗？哎，我这个剑是钓鱼的，让他们出来拿，然后杀他。哎，剑被拿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怎么说啊？开会，吃虾。他做的哪个美术师？美术套装是吧？谁做的？